不管做任何工作也是一样啊，期末报告，期末报告也是这样。第一个一定要有资料，那资料来源的话呢，可能是一个 raw data， 也是一个无序的资料。但我要怎么样把它整理出哈，让人家一目了然，很快可以看出说，到底那个比如说气温的变化是如何。当然，如果你用数字来看哈，或许他也会看得出来。但问题是，你如果看数字的话，哇，眼睛很，这光看半天，你会觉得说，还不如看图表来得清楚。OK，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哈，可以快速的把什么，把这25个这个资料的话，把它绘制成那个，绘制成图表了。OK， 然后放在哪里呢？也许哈，先放在这里好了，先放在同一个工作表。待会的话呢，再把它分开来。哎，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哦，把它绘制啊，绘制的话呢，当然哈，我们可以第一步吧，一样是开发，那你就不用。你想说要不要重新录制剧集，其实也不用了、啊、你其实可以拿什么，拿刚刚的这个程式来改就可以了。改哪些地方哦，比如说第一个啦，我先加一个 sub 叫做全省邮局，全省气温好了， enter。 那里面的程式哦，其实你可以借由刚刚那个组合图高雄啊，其实这个拿来用就可以了、哦、当范本。那哪些地方要改哦，其实第一个啦，当然哦，我们 active sheet 这个工作表，目前的工作表增加一个图，好，假设我先增加一个淡水好了，好，然后之后的话呢，我再把它写成批次的，就是全部25个，再把它全部跑完。所以第一步先画淡水好了，哎，淡水怎么加上去？第一个的话哦，大家改哪些地方？第一个你会发现，我将来是希望哦，先放在哪里？哎，就把它放在 B2 好了 ，B2 这个地方，刚刚是放在 F 啦，我放在 B 好了，因为这个地方空间比较大哦，我先放 B， 所以这边的话，我把它这个程式改成什么 B2， 然后后面的话呢，也许你干脆全部都把它改成 B2。 OK 齁、哦、啊，宽跟高先不改好了、哦、后面的话呢 Active Chart 就是一样嘛，图表啊，这个资料的范围部分的话、哦、当然我们就根据什么了，根据两个、哦、这个地方的话特别重要，两个范围，哪个范围到哪个范围，这个是一、欸、所以等于是应该选的话，应该要从这个 A1 一直选到 M2 的范围，所以哦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就把它改成 A、欸、然后 A 这个地方 A1、哦、选到冒号到 M 的 M2、哦、这个范围 OK、哦，然后再来的话底下啊，我们因为呢没有第二轴，所以有这两行就把它删掉了。那再来的话呢，这个 chart 这个chart title 它的图表标题的话，那我们叫做淡水啊，所以之前的话是手动改，可是如果之后的话哈，最好当然这一个名称哈，因为在资料在那个储存格上面有，所以我干脆什么，直接就把这个改成这个就好了，所以哈，我就把这边改 delete 掉，后面的话呢，我用 sales 好了哈。因为待会的话会配合这个回圈、哦、所以用 sales 来那会比较 OK 啦，用 range 的话将来要加一个回圈、哦、相对没有 sales 来的方便。然后我们告诉他说、哦、我的资料在哪一个储存格呢，在第二列的 A 栏里面，所以我就 sales 2然后 A 空一格 and 串接后面的气温好了，降雨量先把它 delete 掉 OK、哦、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降雨量先 delete 掉。好，其他的话呢大概就这样 OK 了。那刚好同学说、哦、那个试了一下那个 head region， 如果没有的话好像也 OK 了、哦、不过我觉得这个大两可了、哦、如果说觉得试的时候发现稳定的话，那这个可以拿掉不过差一行啊，你可以看一下之后可以，我是建议可以在旧的版本试试看，如果旧的版本 OK 的话，那这一行其实可以注解掉、哦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改出来了，然后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理论上应该画到 B2 这里，所以按 F8， 然后这个地方先画一个、欸、先画出来，然后范围的话因为它先抓好像抓整个吧，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set、哦、重新设定它的 source data A1 到 M2， 所以你会发现它应该变动了，有没有，就 变成这样，像这样、哦欸、不过还彩色的、哦、OK， 然后的气温欸、所以你会发现上面的名称也被我变更了，本来的名称变成是淡水，有没有，现在抓这个淡水的资料过来，然后串的气温，
然后把它的字大小变成18，然后颜色变成红色，然后再加上那个 lecture 就是那个它的图例，然后再把它放到底下 ，OK 哈、哦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先画好一个淡水，应该 OK 吧哈，这高，只是说上面好像少了标签，看起来好像，所以未来是不是你甚至可以再把它怎么增加那个，有点像那个之前原型图那个一样，你可以怎么新增再把标签加上去的哈、哦，好，那理论上我们先做出一个了，可是如果我今天想要再增加第二个，鞍部好了。哎，那理论上我应该放在哪里比较好呢？放在 B2 到 B15 对不对哈？然后把它空一列好了。假设啦，我不要连在一起，我希望从 B15 一直帮我往下，然后再下一个也是空一列，然后再放下一个。哎，那该怎么做？所以第一步哦，我们先怎么样？先画一个。第二步的话呢，画全部。第三步的话呢，把这些图哈不要放这里。应该是放另外的工作表，应该是放这边，有没有？两边可以切，一个是资料，一个是图表，有没有？两边可以互相切。哎，那怎么做啊？而且请各位先试一下，先画出第一个好了哈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好，所以刚刚讲的就是产生一个，有没有？但是问题哦，一个，可是我底下还有鞍部一直到57，总共有25个图。我希望呢画一个之后啊，下面间隔一列，再画下一个，然后抓的资料呢换鞍部的资料 ，OK， 然后再换下一个，哦啊，其实我这边已经写好了，就是多加一个批次就好了，把全省气温哈、啊、改成叫批次的全省气温 ，OK， 我先把这个删掉，哦，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，其实程式多出来不没有很多东西啦，哦 ，OK， 你会发现啊，第一个淡水做出来了，鞍部的做出来了。台北的，好，以此类推，总共25个啊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再把那个删除图那个做一个按钮，之前也讲过了，就把这个 active sheet 工作表里面的所有图都删掉。好，那可是要怎么做哦？跟各位讲一下，其实程式哦，大概有几个地方要做修改。第一个的话哈、哦，我拿刚刚的程式来修改好了。第一个的话，我就把这个程式哦，再把它恢复好了。好、哦，跟各位一样，第一个呢，我们就是先产生一个。你也许可以把上面程式复制下来，前面加两个字批次好了。OK 哈、哦，那第二个的话改哪里呢？当然呢，因为我们要重复做，所以哈、哦，一定呢，第一个要想到什么回圈嘛。那回圈范围的话，你就可以啊 ，for 有没有 for 回圈 ，for i 等于什么呢？等于1到25。哎，不，更正一下，应该是从哪一列？从第二列到第几列呢？哦，当然你可以向下追踪，或者你直接看26 ，OK， 所以这边26列 ，Enter 两下，打个 Next。再来的话呢，哈、哦，我们就把中间的这个程式呢，把它放到中间来。不过哈、哦，不是就这样就完成了、哦，后面的话呢，还有几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。如果我今天要修改，当然第一个哈、哦，我的这个最关键的地方，第一次是放在什么？放在 B2 上面，没错。但问题来了，我下一个的话，第一次放 B2， 下一个的话应该放哪一个？应该间隔多少呢？假设我今天先跑一个好了 ，OK 哈，先跑第一个。为什么这个颜色跟这好？那下一个的话应该是B12， 然后下一个就 B17。然后再下一个的话，应该就再加15吧。应该15之后的话，应该 B22 吧。OK， 有没有？哎，不，跟来32吧。所以再来，下一个 OK。所以也就是说哈，如果我今天希望呢，让它的这个变数啊，初始值为2，后面的话每一次呢就增加一倍的话，一倍就15。那我其实可以在这个上面哈，可以再增加一个变数叫 K。K 等于什么呢？初始是2啦，一定会有2，再加上呢，那个15乘什么什么的乘上，我用 i， 如果 i 乘上15的话，特别注意哦，如果 i 乘上15的话，那它变成说呢，现在预设值它从2开始，所以变30。那当然第一次应该是不要乘上，不要再加上15的倍数，等于是 i 要先归零，所以我习惯上呢
把这个 i 先把它归零，归零的话减掉2，记得先把它刮弧起来。也就是说，它当 i 等于2的时候哦，就是乘这就零嘛，零乘上15还是0，就是不要加的意思。那第二次的话呢，当它下一列的时候，再去加上15的一倍，15的两倍，其实就刚好取得这个值，2加上15的一倍刚好17，再加上15的两倍刚好再往下，有没有一直往下放？那我可以把这个 k 哈、哦、放在这个原来 B2 的位置，把 B 这个2的后面串一个什么，串一个 k 就可以，写成这样子 B and k， OK， 这边的话改成 B and 哈、哦、B 2改成 B and k， 好。那后面的话呢，其实宽跟高不变好了，因为这个宽跟高其实都一样，我们就不变好了，就主要变这个哈。然后再来的话呢，这个 source data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哦。其实前面写成这样，我觉得比较不 OK， 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后面要抓的话，应该 A1 哈，本来是 A1 到 M1 啊 M2 了哈。可是如果下一个的话，应该是 A1 到 M1 一定会有，可是中间应该是间隔一个叫。应该什么 A3 到 M3， 所以其实哦，我建议是可以写成这样，先 A1 冒号 M1 之后空逗点，然后呢第二个范围等于是把第一个范围是上面的月份，第二个范围就是它的气温，好、哦、把它分开写，那第二个范围本来写应该是 A2 冒号 M2 才对，好、哦、把它一个是月份，一个是这个气温，好、哦那我们再来改这个变数，改什么呢？把这个改成 k 就可以了，不，改成 i 就可以了。把 i 这个值放到这两个2的地方。那放进来的方法我前面讲过了，你可以双号两个移到中间 ，and 两个移到中间加一个 i， 好，然后把这个 and 隔开。那这边的话呢，一样是把它什么，再加一个 and i 就可以了。好，哎，这个有讲过吧？把那个什么 i 放在一个变数当中嘛，哈、哦，你可以背一个口诀，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，加 and 两个，再加把 i 放在中间就 OK 了。那因为呢，刚刚那个 M2 的2哈、哦、已经在最右边，所以直接串一个 and i 就可以了，哈、哦。那底下应该其他都不用啊，还有这里，把 sales 这个哈、哦、本来是抓淡水嘛，哈、哦，啊把它 title 名称改成用 i 就可以了，因为第一次抓的话是淡水，第二次就安部。第三次就台北 ，OK， 城市应该改完了，哦、大功告成 ，OK 哈、哦，应该知道我在改什么吧，哈、哦，好，我来看一下哦，基本上哦，改了一个 for 回圈，然后呢，改了一个将来它放的哪一个有没有坐标的位置，所以用 k， 那 k 预设值2啦，后面的话第一次就是零啦。然后再一啊，等于是一倍、两倍、三倍，一直往下。我们就改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，好、啊，然后并且呢，后面的那个 source data 这个地方啊，一样串一个 i 进来，好、啊，其他的话这个地方改，其大体上就是这些地方，其他就没改动。做完之后的话，我们来试一下哈、啊、，OK 啊，如果 OK 的话哈、啊，理论上应该一次就可以把25个图全部画完。那如果没有把握按 F8 逐行跑的话，看好了、啊、第一个先抓那个淡水、啊、淡水 OK， 然后再把它改成这个、啊、第一个淡水，那下一个的话呢 K， 那你可以看到 K 的值现在变17、欸、没错，17刚好就是我们要的位置，所以你会发现它一样就画安部的部分、啊、然后再往下放，好、啊，以此类推，理论应该没问题，直接全部执行好了，OK， 那你可以看到、哦、底下的话，安部 OK， 台北 OK， 竹子湖、基隆 OK， 哎，这就全部 OK 了。只是我不太了解为什么它这颜色每次都不一样。我看再一次啊，把它全部删掉哈、哦。啊，我再 run 一下，我刚刚那个叫批次的全省气温执行。哎，它现在又这个、哦、，OK， 好吧，没关系啦，好、哦，这再找找看它的样式哦。哎，它为什么每刚刚好像都同一个颜色，现在又不同颜色？好，好啊，这样的话呢，等于是说25个图呢，就按照我们想要的全部画完。但是呢，其实最后哈、哦，我是希望呢，能够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工作表，最好是放在这里，不然的话你会发现啊，如果你把它放在同一个工作表，会把资料盖住。哎，所以哦，最后的话哈、哦，
怎么样把它放到另外一张工作表里面？哎，来，请各位试一下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哦。